不愧是医药世家，每年都要换新的药单，蝇头小楷500张，一做一项，你不会觉得无聊吧？不无聊，这些名字都挺有趣的，我没听说过呢。望月沙，好雅致哦。去意明目，解毒杀虫，是草药吗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野兔的粪便。这个夜明砂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行不行，这个白丁香好，这是丁香花吗？你拿出来闻闻，香不香？你怎么不好闻啊？麻雀的粪便。你别告诉我这一柜子都是粪便啊。那倒不是，你看最上面那一排第一个格子，肉从容，跟我同名还不是粪便，我很荣幸啊。这玩意儿治什么的？补中养五脏，益精气，多子。怎么又绕到多子这儿来了？你要不要写字？我写字不好看。没事，我把着你写。是这样吗？这样。人说的红袖添香，就是这样了吧？你写错了，少了一个字。没错，还是这两个字好看。温少卿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人从容还没过门，你就把人写族谱里，你也不怕人笑话？他说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。叔叔，你坐。你不坐，你得一板一眼。死定了！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！爷爷，我就结这一次婚，当然没有下次了。从容就算了，这个温情和温故又是何方高人啊？哦，对呀、啊，高人谈不上，是我未出世的一双儿女。啊！哎呦！这么快？没有的事。哎，少卿，别乱说话。就是啊，你看把从容吓的。我没乱说。爷爷、奶奶、爸妈，说说，这次过年回来，我带着从容，就是想宣布一件事。你打算要孩子？温少卿，你不要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同意，因为生孩子得合法。我们打算先结婚，不同意。这可以，好事好事，咱们温家要四世同堂了。哎，赶快把日子定下来，黄酒店都不等人啊。对，咱们啊列一个宴客名单。哎，我粗算了一下，光云记啊大概就得20多桌。哎，对呀，想把你变成我自由。说尽下半生的晚安，只待一闭上一线从容，美在你所笑，只待一生一个钟，一人一双眼眸的享受，风的话离人的语法写下，温少，婚礼在即，恭喜啊，谢谢。顺其自然牵起的手，相知到相拥，听说你要摆酒了，什么时候发喜帖啊？写好了给你们亲自送过去。好，9月1号啊，大家都去。嗯，恭喜恭喜。恭喜啊。哎，好。嗯，干嘛呢？老大，您回来了。我就想来看看我能跟文君都看那么久啊。看完了吗？完了。
你眉头一皱，我就害怕。我的论文是很烂吗？那要看跟谁的比。我知道了，我回去重新写。老大，我是不是你教过最差劲的学生啊？你翻开论文最后一页，看一看。夫大医之体，欲得成神内视，望之俨然，宽裕汪汪，不骄不媚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是表述一个德艺兼优的医生该有的风度，不仅要堂堂正正、内省不咎，还要专心致志、仔细周详，不以猎取名誉而炫耀自己的才能。懂了，懂了。又迷惑了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中队，你可以毕业了。我什么？您再说一遍。你不是我带过最差的学生，你一直都很努力。老大，我爱你。去，你爱我干什么？我也不爱你。你爱我表姐也是一样的。对了，我给你们俩准备了一份结婚贺礼。您呢，刀工了得；我表姐呢，也是打人的一把好手。这本人体损伤程度鉴定表你们留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祝你们相爱相杀，百年好合，互相折磨到白头，伤心流血不放手。我天，哎，晚上来我家煲汤。叠糖盒，女生放糖和系丝带，我负责贴封口胶。开始吧。我有问题，是打蝴蝶结还是打外科结呀？可拉倒吧，还打外科结？我看你脑子有结。蝴蝶，快来吧，快来吧。再不开始，糖都快吃完了。